窗户呢，你想用粉色就用粉色，好吧？这个门和窗户弄成一个颜色，这里跟这里弄成一个颜色，好吧？这里跟它是一个建筑的东西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里弄成红的，最后中心是黄的，好吧？你看啊，这个鱼鳞是这样子画的啊。这个鱼鳞你看啊，它这块是很小很小的，你画的太大了。你看它是从顶上到顶上，看见没有，从顶上到顶上，是吧？鱼鳞是这样子画的，懂了吗？啊，然后这里的你看也是这样，从顶上到顶上啊，从它的中间到它的中间，你这样就不乱了，好吧？这样就能清清楚楚地画出来。然后后面是大的，对吧？后面大的你看也是的啊，最后也是顶上到顶上，这是两条线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里是两条线，这么大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它这里也是，你看顶上到顶上，明白吗？啊，然后双线，知道了吧？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然后呢，半拉呢，它也是到中间，然后再到中间，到中间，明白了吧？啊，就一点点展开啊，一点点展开。嗯，很好的，现在黑色没有是吧？你看这里再强调一些黑色。你呀，要把画画完，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啊，要把画画完。你看这里，看见没有？这里要加重，这里要加重，然后呢，这里要加重，底下要加重，还有这里要加重啊，这里要加重，边上就不加了。还有这里要加重，你看这个黑色上面不能光是黑色，它还有这些颜色，懂了吗？啊，你看这里没有这个黄色，所以你再要加一些紫色在这在里边，这样它的鸭子就扎实了。你看这里也是啊，这里也是跟你画那个猫一样，它需要很多的块出来，它不是一个颜色变过去的，你看要重才行啊。然后下边你就换这个色，你看这里也重。看见没有，这里也重啊，这里也重，知道吗？你就这几个颜色加，好吧？加的只有这块是亮的，然后这块没有这个黄色，好吧？啊，很棒很棒的，坚持画出这块是很了不起的啊。啊，你再画你的第二幅吧。啊，你不要说废话啊，赶紧画你的去。嗯。对，这样就美了是吧？画面就出来很漂亮。当然要紧张啊，你这两小时不紧张你干嘛？你放松到外面玩去。你看这个谨慎到什么地步，每个地方都很谨慎，他就没有出错的，给自己出错的机会，太棒了。他就能画成好画，就是心全部专注在这里，就是这几个两个小时内，他的心全部在画里头，一点都不分心，才会是这水平。你看他的水珠画的，他的水珠画的多棒，你看见没有？看，水珠跟掉下来，你看马上就掉下来的感觉，这就是用心啊。那水珠多难画的，他就是用心就可以，不叫老师老师的，他就能画出来。头发是艺术画，快画快画快！给，哎，你怎么拿这本书干嘛？挡着你的摄像头。挡着我的摄像头，赶紧画快画。去吧。
是的，是吧？你把每一个位置找精确啊，该留的白处留下来，留下来，到最后再把笔触再精致一次就好了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很棒的造型能力已经非常棒。效果多美的，看见没有？每次都这种感觉，开始总是想否定自己，想换纸，一换就完蛋了。所以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会成，不要浪费一张纸就会成功的。